微笑死亡事件已经出现了第三位受害者，而三位死者的亲属已经开始向警方施加压力。警察，我被蒙，他去协助王博尔。究竟是谁？警察，我认为这个杀手是同一个人，是连环杀人事件。哇，这么 sick。 他讲的你都信，母猪都上树了。知道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嫁给我吧，去死吧。一会儿你演坏警察，你演好警察，你演脑残一定难有病。说得好，有道理。嫁给我。神经病。喂，人家第一次在墓地里求婚，给个面子啊，当着三位前辈的面给个面子啊，倒是。哎，